亲爱的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。我们今天要进入真言的第三次，来看第八章真言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么说：智慧岂不呼叫？聪明岂不发声？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，在十字路口上站立，在城门旁，在城门口，在城门洞大声叫：众人啊，我呼叫你们，我向世人发声说。 愚蒙人呐、啊，你们要会悟灵明；愚昧人呐、啊，你们当心里明白。你们当听，因我要说极美的话。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，我的口要发出真理，我的嘴正悟邪恶。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，并无乖曲弯曲乖乖僻。有聪明的以为明显，得知识的以为正直。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。 灵德之士胜过黄金，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。一切可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交叉路口的视野，真言书有一个特征，就是第一，它没有提到律法，没有献祭，没有约，没有旧约的礼仪，没有旧约的背景，你都可以读得懂真言，甚至里面包括三十三十一章有外邦人。 不需要旧约的任何基础的人可以读得懂，这是第一个特征。第二个特征，他讲的地方在公开的场所。刚刚第八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道旁、十字路口、城门旁、城门口、城门,城门洞，他其实呢是给任何人的，在市场、在交叉路口、在人生的任何的情景当中。 包括呢，他所描绘的范围呢，地点除了那些平常你都碰得到的地方以外呢，描绘的包括你的眼睛、你的脚、你的头发、你的婚姻、亲子、父母、儿女的关系、夫妻的关系、朋友跟长官如何处理钱财，呃，如何更快乐，如何不要嫉妒，如何不生气。 如何吃？如何面对酒？如何小心贪心？如何去参加宴席？如何学习学习交托？如何留意舌头？点点点。简单来说，真言呐、啊，非常涵盖的范围是各生生活的各个城市，每一个神儿你的每一个城市，你如何在公司里面跟政府？你如何做贸易？ 你如何处理农业？你如何心里有喜乐？如何有公益？生活当中如何跟奴仆碰到遭遇的时不不幸的遭遇的时候呢？如何自处？碰到亲属该如何反应？点点点，真言其实是信仰跟生活的指南针。他这本书有垂直面，它也有水平面，实际上垂直面很少。 大部分是人跟人、人跟自然五轮的关系，因此它的重点就变成说，你要有个垂直面跟上帝的关系，就有办法如何面对水平面当中的所有的罪恶城市。比如说呢，如何面对那些放荡，如何面对酒，如何面对财富，如何面对贫穷，甚至如何面对不公德的事，如何面对懒惰，如何面对不诚实，点点点。 而且呢，它主题非常多、非常交错的、非常复杂，所以简单来说，它没有一贯性的主题。它比较多的就是平行。一句话呢，比如说第十章开始呢，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愚昧之子叫父亲担忧。那这是同一平行。十六章以后呢，开始是反义平行。呃呃，十十第十章是反义平行。 十章到十五章是反义平行，十六章之后是同一平行。比如说，我们看十七章第一节，设宴满屋，大家相争，不如有块饼干，大家相安。意思就是说，第一句跟第二句一样。那不像呢，十章呢到十五章呢是第一句跟第二句是正好颠倒。他比较多的并是在用平行来描绘生活的各样层次，很错综复杂的生活层次，没有一贯的主题。 他只是用平行的方式来呈现这一节，可能跳到那一节是谈论另外一件事。为什么？他其实在帮助你了解人生啊。交叉路口啊，常常很意外的，没有一贯性的主题，就帮助你提醒：人生就像如此。当我们试着为人生找头绪的时候，总有意外的事，危机会干扰，会侵入。人生有很多意外，人生很有限。 其实《箴言书》呢，在处理人生的平常，它不像《传道书》处理人生的无常，也不像《约伯记》处理人生的反常。那即使是很平常的当中，仍然会有苦难，仍然会有风暴，而且呢，善人恶人都会遇见那些不公义的事。但是呢，他告诉我们，在这些平常错综复杂当中呢，你有垂直的视野。 就比较不怕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，甚至反常无常的人生的百态。它基本上是用从交叉路口来帮助你了解呢。你要一个垂直的，那个垂直呢，就是真言书的核心主题——敬畏耶和华。敬畏耶和华，有这个就可以在人伦、在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长幼、夫妻、朋友、主仆点点关系呢，因为有真言。 敬畏上帝，就在人本社会当中，你可以安然处之。简单来说，箴言就像药，你不能靠药活着，但人生总会需要药。至少我们需要维他命。透过呢，所了门跟其他的这些箴言的这些作者呢，他们结晶浓缩，这种平行这样交错一句话。那比如说，行正直路的。 步步安稳，走弯曲道的必至败坏。这种浓缩，这个作者浓缩的经验呢，好让读者在人生复杂百态当中有一个垂直的真理，有一个神本决定他的人本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他为什么这么错综复杂？在城门口，在铁、呃，在任何情景当中，是因为啊，这本书其实是给众人的，给世人的。 你不需要就业的背景，你不需要任何的呃律法的基础，你也不需要懂得谁是耶罗伯安，你根本不需要懂得谁是以赛亚，你可以读得懂，它其实就好像是自然启示给任何人的，就阳光照给外邦人，照给属神的百姓，它是个自自然启示。那自然启示的特征是在哪里呢？十字路口，任何地方，你人生有抉择的时候，有困难。 为什么第八章在路口特别要呼喊？原因是因为第七章啊，已经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进入淫妇的吸引当中，进入灭亡，跑进去的。所以第七章跟第八章这个对比浮现出呢，第八章智慧在。 道路旁，在十字路口发生。他告诉你呢，不要像第七章那个无耻的少年人呢，进入淫妇的吸引。简单来说，他说第读第八章，免得进入第七章里面呢，内有恶权，里面有野兽，会把你吃掉。里面是淫妇，不要听淫妇第七章的吸引，来听第八章，自会发生。 因此呢，第八章结束的时候呢，结束在听三十二节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三十三节，要听教训，三十四节听从我，要听，免得你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当中呢，有时为了逞一时之快，铤而走险。这个智慧告诉你呢，他等于上帝派来的天使，他等于上帝派来的交通路牌，停听看。 他劝你呢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不要拿一时之快，毁了一辈子。基本上，箴言是给任何外邦没有认识上帝的任何就业律法的人，可以在上帝的面前，在十字路口，你的眼睛、你的耳朵，决定你的安全感。哦，原来他在谈一个人的眼见跟耳闻。 决定他人生十字路口上的方向跟色彩，为这个缘故呢，我要从五个角度来想。第一，怎样选择决定怎样的后果？怎样的选择决定怎样的后果？你如果是像第七章那个无知的少年人，他选择里面进入孽有恶泉，进入淫妇的巷口。 第八节第七章说，从街上经过，走进淫妇的巷口，直往通往她家的路。一通下去之后呢，你就发觉这个淫妇呢，其实有呃犯罪，有美丽的谎言的。七章十四到十八节说，这个妇女说啊，平安记在我这里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，因此我出来迎接你，恳切求见你的面，恰巧遇见了你。 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织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，我又用墨药、沉香、桂皮熏了我的他。你来，我们可以享受爱情，直到早晨，我们可以彼此亲爱、欢乐。因为我丈夫不在家，出门行远路，你进来是安全的。我已经献完祭，我该给上帝的都做了。先生又不在家，你放心。 他让这个无知的少年人呢，觉得很合理，被美丽的谎言吸引进去。结果呢，少年人七章二十二节，立刻跟随他，好像什么呢？牛往宰杀之地，很惨哦。又像愚昧人戴锁链去受到刑罚，只等箭穿他的肝，如同雀鸟急入网罗。 却不知道自己是自伤己命。这个无知的少年人选择往淫妇去。第八章，这个智慧呢，他就在街道说，街道呼喊的，不要像那个无知的少年人，要听上帝的智慧，智慧说话。上帝呢，知道你前面的道路呢有十字路口。第七、第八章就像两个十字路口。 你有一位全知的神，他知道你要往那边陷下去了。他第八章设立一个经文，好让你呢选择这里。他知道你的将来，他也知道二者的诡诈，二者的诡计。他更知道人心中的意念，不能拒绝美丽的谎言。但是他给你选择，这个好像回到伊甸园，亚当跟夏娃。 选择听从上帝的，还是顺着自己的喜爱，听着恶者吸引他？所以第七次第八章，整个四个智慧书其实都在回应伊甸园人的选择：我自由想选什么。 亚当夏娃选择的结果呢，就是因为离开上帝，拒绝听上帝的话，结果呢就进入上帝的作主，因此被赶出伊甸园，就好像这个少年人一样，最后结果呢是进入宰杀之地。那上帝呢，就透过第八章真言提醒我们，不要像第七章，也不要像亚当跟夏娃，人类啊要听上帝智慧在说话，上帝不会强迫你，他就在街上呼喊。 他不强迫你，他等你心甘情愿。但是你的选择决定你的一生。万一你陷入第七章，被淫妇吸走进去以后呢，自上己命，不能怪上帝。上帝已经很清楚给你声音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不听的结果呢，是陷入第七章的话，结局啊，不只是像亚当夏娃，其实也像罗德。罗德陷下去的结果呢？ 就全罗德呢，因为呢，他以跟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，从埃及到了迦南地，他呢就发觉呢，约旦河东很好，却没有看到那边有堕落，索多玛城的堕落，他就渐渐挪移帐篷，陷入了索多玛的罪恶，甚至包括当中的同性恋。结果呢，天火一毁了那个城的时候呢，他跑出来。 逃出来，带了两个女儿，太太变成严柱，两个女儿呢在山上灌酒，父亲罗德强暴父亲，生出摩押亚门人。这两个不能进耶和华会的人，这么样悲惨的结局，是因为他的选择。他选择往索多玛城的堕落去，你选择决定了你的结果。 害了他全家，所以第一个重要原则是怎样选择，决定怎么样的后果。第二，沿着正路走的人不会迷路，沿着正路走的人不会迷路。第八章第六节，你们一当听，因我要说极美的话，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，我的口要发出真理，我的嘴正物邪恶。 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，你看这边有公义，有正直，有真理。如果听他的结果呢？八章二十节，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上行。智慧在公义，在公平，你跟着智慧就有公义，就有公平，你就不会被淫妇吸走了、啊。你沿着正路走的，就不会迷路。 那个正路，就是因为你听从上帝，透过真言的呼召，敬畏他，你就不怕任何的恶势力，不怕任何的试探。早期教父呢，这句话非常好，他说呢，敬畏上帝的，不知道还有什么好怕的。The fear of God knows no other fear。怕上帝的，就一无所怕。 你如果敬畏上帝，你如果懂得呢，沿着正路走，你就不怕。你的焦点非常单纯。丘吉尔有一次被问到呢，为什么有一个国会议员多次攻击恶意来呃伤害你，你为什么不在意？他说：“因为我我不尊敬他，所以我不在意。如果我尊敬他，我就会在意他的意思。那你为我要更在意上帝的心意，不要在副淫妇。这是交叉路口。” 人生是充满的分叉点，很多选择。你留心，你应当留意呢，讨上帝喜欢，而不是看环境被吸走了。苏格拉底听到匪徒对自己的称赞，非常难过。他说：“我到底做了什么坏事，连匪徒都称赞我？”他宁可讨正直的人的喜欢，我们宁可讨上帝的喜欢。那因此，英国诗人呢？ William Blake 说的对，他说：“当别人大大称赞你的时候，不要太高兴，因为你没有他所说的那么好；当别人大大诽谤你的时候，不要太难过，因为你没有他所说的那么坏。你要关心上帝如何看你，行正路的人就不会迷路。”第二次大战英国的名将呢，高登将军说。 一个人对生命了解越透彻，就越能体会到呢。你为避免传难，你要根据北极星来掌舵，也就是你活在呢，单单只是看上帝的眼光，他的喜悦，你讨他的喜欢，他的微笑。因此，别人的如何看法不能影响到你。所以，第二点很重要，你要严正路。第八章这个智慧在。 路口、十字路口、叉交叉路口，上帝对你说话，听这一头的，不要听那头的，留心，不要走速成的，走上帝要你走的路。第三，看不见的比看得见贵重，看得见的比看不见，呃，看不见的比看得见还贵重，里面的比外面更贵重。这个箴言第八章，智慧。 八章一节，智慧岂不叫吗？呼叫吗？聪明。八章十二节，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。这个我智慧其实是很宝贵的。你如果寻得智慧，就寻得知识跟谋略。其实八章十节说，你们要受我的教训，不要受白银。我的教训比白银还宝贵。灵得知识。 胜得黄金，原因很简单：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上帝生命当上帝的智慧属性，比人生里所看得见的金银宝石更宝贵。所以呢，三章十四节这么说：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，其利益强如金金，比珍珠宝贵。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 原来呢，真言告诉我们：敬畏上帝所得到，上帝给你的智慧呢，比你外面的所有的附属品、金银财宝更宝贵。也就是看不见的价值，比价格更宝贵。我们里面是属神的，外面呢比较次要。早期教父特土良讲一句话反对：就关于我们里面有宝贵的，我们里面有上帝形象，是因此我们的价值观呢，不要随着世界。 他这么说：“特土良找其教父，他说：钱币上有该杀的相。人身上有上帝的像。把钱币给该杀，把你这个人给上帝。你要把你里面最宝贵的价值装上帝的属性，装上帝的话，敬畏他，因为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贵重。” 看得见的呢，金银财宝，通通最后还是会过去。因此呢，你的选择对象，你要看的是他里面的。你要选择女婿，要看他里面，而不是他外面，不是看他现在的工作，是他多少呃薪水，他多少钱，也看他内在的金钱、正直、他的性格、他的呃对试探有拒绝的那个敏感度。 所以你要留意呢，一个人不是在他外面的多少钱，那些都会过去的。你给儿女的，从教育角度来看，也不在乎你给他多少钱，而是给他里面内在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，那些比金银宝石更宝贵。所以第三，看不见的比看得见贵重。第四，安全感来自顺服更高的权威，安全感来自顺服。 更高的权威，上帝的智慧。八章十四节说：“我有谋略和真智事，我乃聪明，我有能力。”他很有特权的，为什么呢？十五节，帝王借我做国位，君王借我定公平。十六节，王子和首领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，都是借我掌权。 他是上帝给人间让君王执政的关键，君王执政、公子首领执政，是因为上帝给他的智慧。他是整个人间执政的核心，实际上他根本就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属性。在八章二十节非常精彩这么说的：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，就有了我这个智慧。从亘古，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毕业立。 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；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地上的土质我已生出。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；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，使穹腔坚硬，下使渊泉稳固。上帝的属性智慧，帮助上帝跟圣旨圣灵创造万有。 这个智慧是上帝的属性的一部分，是亘古以前创造万物以前就已经存在，因此比被造之物更宝贵。如果你有上帝给你的智慧的话呢？其实呢，一个呃，就一学者说啊，十个智慧书呢，不只是连在以色列的神，连到呢创造万有的神，特别是智慧是上帝创造的这个属性的一个部分，有那个部分成为你新上帝声音的一部分的话呢？ 很稀奇，八章二十九节你会经历到有安全感。八章二十九节说：“为沧海定出界限，死水不能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”上帝的命令到这，因此你听从他的话，恶者不能侵害你。你有一个安全感，不只是有安全感。三十一节说：“你还有满足感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的地方。” 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上帝给敬畏他的人有安全感，有满足感。因此，你的安全感来自呢，顺服上帝。如果真言，神的话这么说，你听他的就会有安全感。你如果不听他的话，你就不会有安全感。因此，在交叉路口呢，你留心第一个怎样选择，决定怎样的后果。第二，沿着正路走的人。 不会迷路。第三，看不见的比看得见贵重。第四，安全感来自顺服更高的权威。第五，敬前生命带来蒙福的生活。敬前的生命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敬畏上帝的生命，八章三十二节，种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因为谨守我道的，变为有福。要听教训就得智慧，不可气绝。 三十四节，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人，那人变为有福。三十二节有福，三十四节有福，三十五节恩惠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，有福蒙福恩惠的关键是因为听，听从我，听我的教训。三十四节，听从我，而且呢，在门框等候。 如果你听从结果的话呢，就会蒙恩惠；但是在交叉路口，你如果不听上帝对你的所说的话，听听这句话最后一节：得罪我的，却害了自己的性命；恨恶我的，都喜爱死亡。选择在你，上帝已经把他救恩，就像阳光一样，赏赐给任何愿意寻求他的人。你到他面前蒙恩惠，听他的。 或者就像那无知的少年人被淫妇吸走了，求上帝帮助我们低头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们知道人生有很多选项，帮助我们的选项认定你，垂直仰望你，帮助我们选项看中你，也因此就不怕人生的种种试探，因也因此就有找到安全感。 满足感，主啊，帮助我们懂得在复杂诡诈的人生当中，敬畏上帝就一无所怕。帮助我们尊主的名为圣，仰望感恩敬拜，荣耀尊贵归给您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上帝祝福您平安，再见。